十七岁的梦，稚嫩又迷茫，举棋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推开青春年少帷幕的开场。陪伴的时光，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。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。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。长跑在掌声里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颜色贴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，高二五班的林东同学将代表陈俊高中再次出征，他将报名参加市才艺大赛的节目选拔。这是蓝庆辉的声音啊。林东，你怎么又和蓝庆辉混在一起了？老师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，马上就回来。嗯，去吧。雷东，来，我们接着来。陈洛阳，你不是说也做出来了吗？哦，是老师。来，你来讲讲。好，同学们，青春的活力，青春的激情，将在你的身上尽情的体现。迎接自我，挑战自我，我们相信你一定能行。林东同学，尽情释放你的活力吧，我们为你呐喊，为你自豪。哟，来了。大外甥这么想引起二表舅的注意，我能不来吗？你之前是因为参加物理竞赛所以退出了才艺大赛，我都不说什么了。现在你比完了，你总能参加了吧？我就不懂了，怎么这么想让我参加？是想天天就看见我吗？烦不烦？我才烦你呢，好吗？我不管啊！现在全校都已经听见了，你要参加才艺大赛的比赛，如果你还退出，那你就缩头乌龟。行，你让一让。干什么？我要向全校宣布，你是我的大外甥。闭嘴！让你跟全校宣布。蓝静辉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主任好啊。哎，好。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你就上天了。这是学校的广播站，不是热闹的地方。跑圈去。不是，那他呢？还有，林东，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。我把蓝静辉交给你呢，就是为了你好好的管住他，对不对？不能由着他性子来啊！我知道了，主任。哎，上课去吧。主任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去吧。不是，主任，这差别对待也太大了吧？跑圈去。我跑圈去。我圈去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小花。林东，对不起。啊？如果当初不是我退出才艺大赛，你现在也不会。没事，林东，真的，我们现在挺好的，我们可努力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你也可以看我们排练啊。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太好，但是。你会来吗？一壶浊酒尽余欢。
小别梦寒。喝口热水吧。谢谢。我是不是唱的还是不好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。冰冻，你来干什么了？是不是又给我来这蛊惑人心了？林东是来看我们排练的。哦，他说我唱的很不错。你别听他胡说。哦，当然了，也不全是胡说啊，还是可圈可点的，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我要是现在这样的话，到时候上台演出还是唱不好怎么办？不会，你师傅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没问题。他响不止，竟然在弹幕池上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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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哎，蓝金辉，你刚才手怎么了？我手好得很，我手怎么了？去，上市，立马上市，唱歌单给我开的，别打扰我排练。我保证永远做你的好朋友。来，你也保证。你这样不对，要这样。我做不到。你看我可以。神游太空呢你？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？还知道我喜欢太空呢？谁关心你了？我就是随口一问好吗？随口一问，就这么清楚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外甥越来越懂二表舅了。我肯来自习就不错了，你别给我得寸进尺。我会不会得寸进尺，那就要看你表现了。这什么？不识字儿啊？初中练习册，有弱智商的。我只是根据你的水平选择了合适你的习题而已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真双标啊！什么叫根据我的水平帮我选择的初中练习册我还要做？那我根据你的水平帮你报名的才艺大赛，你为什么不参加呢？那好啊，只要你能做完这套习题，而且容错率在1%以内，我就参加，并且加入我们乐队。确实，这么痛快的吗？嗯。但是前提是你要做完，并且容错率1%以内。不会有诈吧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只能错一道？怎么？觉得自己做不到啊？我保证能做到。好。行，那我们就成交了啊！成交，祝你心想事成，大外甥。林东，你这次肯定得栽在我手上，到了乐队看我怎么整你。查答案的话，交易作废。装监控了吧？他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？年轻人讲武德，
自己。行，有你我等着。就算是靠自己，我也能挣到你。你给我这几道初中的题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十分钟搞定。所以这就是你大晚上把我叫到学校的原因啊？承诺在先嘛，这毕竟有个人得有前科，不太值得信任。我看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毕竟1%的容错率对于你来说不是件容易事儿。这误会真是可太大了啊！我希望你批阅完之后能对我有智慧的大脑存在一个清晰的认知。OK， 行，明天见。稍安勿躁，原地批阅，就地检查。对自己这么有信心？嗯哼。好。排练室，明天见。明天见啊！真的假的？人都要加入我们乐队？不可能！我跟你赌一包薯片，他真的亲口答应了。当然，他要是敢反悔，我就直接。就怎么样啊，大。大灰灰同学，至于吗？这么热情欢迎新成员啊？啊。拿去刷，热情才能显得出我的诚意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让我们欢迎新同学林东同学的加入啊！欢迎。说话别再给我大喘气了啊！辉哥，嗯，那林东玩啥呀？问到点上了，林东同学他什么都不玩，林东同学有更重要的使命在等着他去做，那就是用他的双手托起我们整个乐队的灵魂。蓝静辉，嗯，你这样我没法扫。哦，那你去拿瓶水吧。林东，我去帮你。没事，我来。你要吃吗？不吃。拧开。想喝热的。蓝静辉，你干嘛使唤林东啊？啊？这怎么能叫使唤呢？人家林东同学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服务，作为乐队的一份子，他保障着我们的后勤工作，多么崇高，多么无私，是吧，林东同学？热的是吧？等着。啊，烫死了！怎么回事你？啊？
地你也扫不好，水你也倒不明白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好，那你说，还要我干什么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全市每一个学校都派一个代表参加才艺大赛，你就不会去考察考察啊？人家都什么节目？我要一个完整的节目单啊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好。哎，不是，他有病吧？这么热的水他能喝？你有病吗你？哎，林东呢？这个师傅倒也又给我摸鱼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再也不叫你师傅了。徒弟呀，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。像林东这种人，你就不能对他太好了。他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能睡觉呢。不是你让他去调查情报吗？是吗？嗯。哦，那他也不能占用我们的珍贵的排练时间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用休息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用我的什么时间？这什么？不识字啊？哦。才艺大赛名单汇总，这是你做的？哦，也每个学校的各类表演类型，还有根据评委喜好的历届评分，这都有，也太牛了吧！确实是太厉害了。这有什么好夸张的？这不很简单吗？我还给大家建了一个群，以后方便联系。小群，群名叫天台小分队。哇，这太难听了吧！天台小分队。我林东，你这 sense 也太差了吧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也觉得挺好的呀。天是夏晴天，小是肖小画，分就是林东高分学霸。至于队嘛，我想当篮球队队长。耶，那我们就是天台小分队了。那我呢？我们乐队的成立也离不开师傅你在天台对我的鼓励嘛。但徒弟这也太牵强了吧。虽然也有点道理啊。那就庆祝我们天台小分队正式成立。收。我吃保留态度。天台小分队什么品位？没关系，你那糟糕的品位我已经领略过了。林东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讲讲。你干嘛这么对林东？就是蓝江辉，你要干嘛？三个人欺负我家辉哥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太不行了！辉哥，你小心一点。在漫长又孤独的校园时光里，我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的温暖。天台小分队正式成立。回来了，小辉回来了，饿了吧？不饿。奶奶给你下碗馄饨去。哎，不是，奶奶，我不饿，不饿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不，哪能不饿呢？哎，不用，奶奶，奶奶，我真不用，我今天可能在学校顶着。行行行，谢谢奶奶，上楼去了，奶奶。你呀，经常不回家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小辉不吃馄饨，一定想吃你下的面。小时候就这样，快去。给你儿子下碗面去，去。等会儿，等。我还说不听你了啊！妈，不，妈，不，去。小辉在家呢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行，去。小辉。
停！马一鸣，鼓点太早了，节奏不稳。你咋不知道夏晴天永远慢一拍呢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本来就是你在乱弹，很多地方都跟不上节奏。我本来就不会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不弹了。你爱弹不弹？你们别吵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一直都唱不好。这什么？我记了一下大家容易出错的段落。问题我都知道，别跟我说这个。合着就是我的问题最大呗。晴天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小花，我知道是我一直在拖大家后腿，要不你们换一个人吧，我也不想搞砸你们的演出。哎，你真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啊，你现在走了，我们去哪儿找人啊？我可以试一下。你会吗？不会。你不会，你说啥呢？但是我可以学。我教你。来，你告诉我，天才，吉他有几根弦？哎，六根，拿得漂亮。他好像在教手。我教一遍，听好了啊。大拇指管上三根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依次从下至上，管一二三弦。你试试。手放松。弹啊，弹啊，这么笨啊！啊，你见过有谁弹吉他握下面的，握上面？三高呢？啊，那我得从音乐幼儿启蒙课开始教你了，是不是？学乐器又不像学数理化，渣渣会干嘛老这样说人家灵东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平常都是灵东教辉哥，现在辉哥好不容易逮这个教灵东的机会，他能不好好享受吗？反正我相信。玲珑肯定能学会。同学们辛苦了，主任好，主任好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呢是代表学校呢来慰问各位同学的，练得怎么样？主任您放心，我们天台小分队保证上场是惊艳全场。天台小分队，没错，好听，这名谁起的？我们一起起的。啊，对，一起起的，棒棒的。才艺大赛啊，这次这个活动就指望大家了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别让学校失望，得不得成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咱们陈俊中学的精神面貌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耶耶！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主任再见。谢谢张主任。天台小分队是吧？前两天是谁在天台上嚷嚷来着呀？蓝继辉啊，我怎么听那个声音特别像你的声音、啊？哎，天儿，我那鼓怎么是蓝色的呀？出问题了，你帮我。白明，干嘛这个？不是，晴天。他的吉他也是蓝色的，他的话筒也是蓝色的。哎蓝色，来，他是太阳。蓝色，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哎，玩鼓槌吧。鼓槌，鼓槌。鼓槌，鼓槌。鼓槌。蓝色，妈妈，来，今天跟他玩鼓槌吧。鼓槌，鼓槌好吗？小 B、小 C 代表的是边，大 A、大 B、大 C 代表的是脚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同学们，大 A 加大 B 加大 C 等于多少度啊？
排名。林东，你告诉他。180度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我们知道，小 A、小 B、小 C 代表是边。就学会了，确实。我就说了，林东肯定能学会。哼，还不是因为我教的好。没有人夸我，吃饭去。干饭，干饭。哎，等一下我呀。大气上档次，好看，陈俊必胜，太有力量了。比赛当天就穿这个上台啊！主任，嗯，这也太土了吧？土什么土啊？这是校长特别叮嘱的，而且是连夜为你们定制的特别舞台装，代表的是咱们陈俊中学那种精神面貌，一种必胜的信念。什么思想境界？排练去。我衣服没字儿，他没字儿。林东为什么没有字儿？他不是他的衣服没字儿啊？什么？没字儿。好多了啊！那我们现在就是陈俊必胜感叹号了。嗯，我不穿。你干嘛？多好的创意啊！别浪费啊！我要穿你的。保安吴总，如果你一定要穿的话，我帮你再找一下啊。马明，把你脱了给他。我不。林东，他穿他的。
Have you ever seen the scenes of the Los Angeles at 4 a.m.? Hey, bro! No, it's only 11 p.m. 哥就表达那种意境，走吧，回家。 I don't have it.初夏的风， 阳光早晨梧桐， 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 世界因你不同， 衬衫吉他篮球， 裙摆长发温柔， 至今那时青春年幼， 太多片段带不走，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，你是否活得雅各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 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，衬衫吉他篮球，电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，你是否抵达梦的路， 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，你是否活得雅各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